是 Vicky Vicky， 欢迎来到 Fine Sense TV。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求婚妆容，我们用到的是 Motif 的化妆品来进行的这个妆容。首先，我们这个妆容的重点是放在整个面部的泪轮廓，带出了非常多的 bling bling 的感觉。那老师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现在就一起看起来吧。